第一个留言是这样子的，他说：“你好，我的父亲呢一直腰椎有问题，一直想给他买一个按摩椅，那么请问一下有没有功能好、性价比高的按摩椅可以推荐呢？最好是在这个 Black Friday。”好，那今天请到的专家呢，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皇都电器的总裁，我们的家电达人 Julie 徐，Julie 姐已经在线上了。Hello，Julie 姐，节日快乐！哎，节日快乐，大家节日快乐。好，第一个这问位题是朋关友于，呢，关于父亲的这个腰椎的问题呢，Yes。Julie 可以特别的推荐一款呢，就是属于是品牌是 Panasonic 哈，日本松下的按摩椅。那这为什么推荐这一款呢？因为呢，它是目前呢唯一呢荣获美国脊椎协会推荐使用的一台按摩椅。哦，哎，它能够有治疗效果的，对，它确实能够舒缓这个脊椎的疼痛，就是说适当的按摩呢，它能够活化脊椎，同时呢可以减缓衰老。那好，它得到这个认证的话呢，我想每一个消费者呢都可以非常安心的去使用它。好，再说一下名字是 Panasonic 的一款按摩椅，那我们的皇都有这款吗？有的，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健康中心呢有非常多的这个按摩椅的选择哈。那这一款刚刚好，这一次配合黑五呢，我们强大的力度去促销它，它原价呢是9000块，那我们现在呢有减价3000块，所以说是呀，你是5999呢，就可以带回家。那这个价格呢是比您在网站上所去搜寻里面看到的最低价，扎扎实实呢要减1000。什么钱钱？就是说你到，如果您到网站上 Google 去搜寻最低价他的只话，减一比千。全美的最低价，我们还要再减1000块钱呀，哦，对，哇哦！相当的不错呀。对，就我是知道我按们摩皇椅都的呢，这个 slogan 经常讲，就是说我们是全网最低，全美最 对，低。那个是我们对。非常要务实做到的哈，让你 shopping 很容易这样子。那这边我们再问一下啊，就是说其实很多朋友有颈椎的问题啊，他不光说是，他生活习惯不好，其实有按摩椅当然很好啦，特别是松下的这一款得到这个脊椎协会认证的，那是不是跟平时的床垫有点关系呢？其实呢，真的是不管是按摩椅也好，或者是这个床垫也好，都是非常养生跟舒压的产品哦。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床垫，尤其我们华人都很喜欢的，比较硬一点的，因为真的是像软床垫的话，老外很喜欢。可是，一碰到软床垫的话，我们中国人说，哎呀，那简直是要人命就是啊！对颈椎、脊对，椎不所以我们现好。在也特别呢有定制推出了好几款呢是在美国制造的哈，Diamond 的床垫呢是超硬的床垫，那么呢，甚至我们还有硬板床垫哦，哇，真的啊！就原对，来我们在硬板国床内的垫那呢从种。399，超硬床垫从哇699起都哦。是有的哈，我们非常欢迎您呢来亲身的去体验一下。那么至于同时按摩椅呢，刚刚您讲到的哈，我们还有一款其实是也是非价格非常的亲民，这一次我们推出以来新商品 Stiva 的哈，这款日本的这个 Stiva 零重力的按摩椅呢，它强调的主打就是说让人身体呢在最放松的情况下体验全身的按摩。那特别呢是要推荐给如果您有做过神经痛的朋友，持续的按摩呢能够改善疼痛，欢迎您来试用。而且我之前有采访过我们的 Julie 姐，就按摩椅，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分期付款的这个计有划？啊，像我们，有我们通，像刚刚我们提的这个 Panasonic 这个5999，我们有36期的这个分期付款，哦，让您轻松付哈，就是你不才100多块钱，您就可以去拥天有一天可台以享全家受去用。的，那么像刚刚讲的这一台这个非常亲民的这个 Daiwa 的这个日本的按摩椅呢，我们现在呢感恩特价呢是2699。然后哦，也可这以个分期对，它绝对呢。您如果是天天的用，其实根据一项调查哈，你知道吗？日本人呐，长寿的秘诀是什么？按摩居然呢是家家户户呢拥有一台按摩椅，他每天经常按摩，所以他确实能够延年益寿。